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。来到这个吃人的世界，想要活下去，就只能先杀死吃人的野兽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要有三六九等？有的人高高在上，有的人卑贱如泥。我对星儿没有动情，从始至终只有利用两个字。如果将星儿的潜质发挥出来，他将是最优秀的谍者。我这一生可以放弃任何人，唯独阿楚。燕雪，哪怕像狗一样也要活下去，只有活着才能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东西凌驾于爱情和自由之上，值得你为之付出一切去守护，这就是我的信仰。